擦擦地，小米他熬得黄冷冷的，不知道谁们要来哩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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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到了村口看看去，家真真看看。还是起得太早哩，大红公鸡喔喔啼，大花花母鸡咯咯胆叫，远远的听见汽车响，转过了山路急道道弯，绕过了河梁了走进了村，听见一阵阵脚步声，走到了家里人人门，你喜出喜，我在电视里见过你，你和电视上一样样的。呀呀呀，几多欢喜，喜出喜来了，咱们村里房子里面发光哩。呀呀呀，谢谢你，温还有温暖好仔细，就像邻居暖心地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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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百姓生活你操心哩。咱这里地基不熟入地，你在过农村你知道的，扶贫攻坚政策好哩，村支书办法也想了不少哩。你说咱要多种树，咱们一定好好种，南山上种了种北山，等树长高了您再来看，离家的稻谷长家的米，地里抽庄稼浇过满泥，刚抬杠井水只温饱煮夕阳，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，想你来电视上看看你。自从你来了咱们村里，俺们去地里不等天明，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，想你来电视上看看你。千里的行程万里路，